去取经啊，得力摇摇名啊，得了个小官儿，我心里真高兴啊，我扛着个耙子儿，嘿嘿嘿，喜盈盈啊，肚里头没事儿，我只发梦啊，一步一哼哼啊，一步一哼哼啊，一步一哼，别哼哼了。好的，我是路过此地，饿了，找口吃的。你们是干啥的？我是喂猪的。那正好啊，是杀猪的。你咋那么寸呢？那你们拦我作甚呢？嘿嘿，现在猪肉都涨价了，不知道吗？兄弟，好家伙呀，这癞蛤蟆打哈欠口气还不小呢。走。有理了，免礼免礼。他谁呀、啊？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你还敢跟人动手？他就是保着唐僧西天取经，咱高老庄的文化名人呐。朱爷爷，这叫早了，俺还没结婚呢，哪来你们这帮猪崽子呀？你说我这盼星星盼月亮。这样的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是啊，夫人说的对呀、啊。高明哥哥，你是？讨厌，人家是翠兰。翠兰妹妹呀。哎呀，这几年没见你的变化可挺大呀。是呀、啊，这么多年为了等你，我这张脸呐、啊，这玻尿酸的鼻子，容芝针的脸，新磨的下巴，刚拉的眼。八戒哥哥，以前我就说过，别看我哥长得丑，但是我哥很温柔，走起路来对对的，将来一定能有大初心。我记得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，你说我又能吃又能睡，看见我鹅还反胃。别整那没用的，那你回来干啥来了？是不是想娶我呀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饿了，捎带着找口吃的下来的。猪八戒，你行啊，长能耐了。不是，我能耐倒是没长，但是我这身肉架是一年一长啊。想当初是你说世界那么大，你应该出去看看。老猪听你的了，我出去看了也赚了。哎呀，这才让我大开眼界呀。猪八戒，就算你取了经镀了金，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。啊，改变了，我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。佛祖爷爷封我为净坛使者，相当于博士后呢。你就是脚跟后，你也是头猪。猪，我是猪啊，对。俺是猪，接下来俺就让你看看俺这头猪在天宫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那叫一个滋润呐！仙子，哎呀，
八戒傻得可爱，肥头大耳朵，吃苦吃苦摔跤学乖，弄拙哎成巧哎，八戒活得真自在。八戒八戒心肠不坏，八戒八戒嘿嘿傻得可爱，八戒活得真自在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八戒说的对呀。是对还是不对呀？不对呗。别看他再怎么炫耀，那他也是跟咱们翠兰拜过堂的。八戒呀、啊。这夫人说的对呀、啊，可是俺是头猪啊！夫人呐，八戒说的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是对还是不对呀、啊？住嘴！哎，对什么对呀、啊？想当初我闺女才十八，那是绝对的有身价，自从让你调戏了。他就没人敢娶了，这一晃就熬成大龄剩女了，那市值啊是永远探底了。你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会负责到底，现在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要你娶不娶？哎呀，我去！我娶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说姑爷呀，这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，你是不是该表示表示了？啊？是得改口了是吧？丈母娘。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，这结婚吧也得入乡随俗，你呀拿点聘礼、啊、对，千两黄金万两银，有钱难买父母恩，这夫妻感情深不深呐、啊、买个钻戒要保真呐、啊、我这没钱呐，我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根耙子。娘，你跟你师父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，取得了真经，那大唐皇帝就没给你发点奖金？我们取经不为钱呐！你可拉倒吧！那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你和你师徒云游了那么多国家，没钱咋游的？是，这有钱的活的是挺硬，没钱活的就硬挺。真的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那算了吧，这门婚事啊，拉倒了，拉倒了。啊！丈母娘，管谁叫丈母娘呢？翠兰。妈呀，管谁叫翠兰呢？谁叫我包小姐？老丈人。哎呀，八戒呀，夫人说的对呀。你们这帮人呐，太现实，太物质了。八戒呀，不是我现实，那现在这样啊，不信你问问刚才那几个姑娘。来，孩子们，来。你有房吗？没有。切。你有车吗？也没有啊。你有存款吗？还是没有。我喜欢高的。
喜欢胖子。我西安潘长景。哎呀妈呀！这包不错。没房，没车，没存款，那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爱情了吗？难道我注定就要当一辈子单身狗吗？不是单身猪吗？喜欢上了你，在我眼里你是那么的朴实、善良、幽默、极致。嗯，为了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努力修炼18年了，我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呢。那你这要吃饱了，那得啥样啊？我要是吃饱了，那我们就在熟食店里相见了。谢哥哥，带我走吧。我可以没车、没房、没钻戒，只要你让我在你身边就行。哎呀妈呀，这是真爱呀！小草，你放心啊，哥在天庭里边就是专门管剩菜剩饭的，这回你指定饿不着。跟哥走，那咱们就走起。猪八戒呀，笑盈盈嘛，哎呀。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嗨哎嗨呀。